小乐，你在干嘛？我只是想要再试试看呼唤我的爸爸。我听妈妈说，爸爸是来自外星太空207号星球摩铁星球里面的摩铁星人。我还在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，摩铁爸爸说太怀念家乡的味道，想要回去看一下，结果就再也没有回来了。光熙叔叔，你知道我爸爸去哪里了吗？哎，摩铁星球的话，其实叔叔从来没去过。啊？我以前比较常去的是大直沙多堡，但是后来倒了。现在我比较常去南港探索、戏子欲望，因为那边有摇摇马，比较好玩刺激。小乐。这个是叔叔的发射器，当我孤单的时候，我会看着他传达我的思念。现在我就把这个发射器送给你，只要你以后思念的话，你就可以用这个发射器发射，我就会接受到你的思念。要讲通关密语吗？需要发射吧，硬汉。对，是这样吗？就是这一句。好了，时间差不多了。叔叔不要走，不要走，叔叔不要走，发射吧，硬汉，发射吧，硬汉，关心叔叔，你不要走。身上，地上，天里的风。
过园区就知道了。对，真的很会唱。哎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姐，给你。你声音很适合唱抒情歌，而且你的声音很有张力，谢谢，有张力有 punch， 然后我觉得这个很重要。哎呀，你看，这么多的称赞，对不对？